哎呀！我开了啊、哦。刚刚，谢谢小鱼仔游向北的荧光棒。大伯不是，他刚绝育了，刚刚绝育完之后回来，掉下去了，要掉下去了，宝宝掉下去了，往里挪一挪，不生气。啊！哎，他把伊丽莎白圈给他给弄掉了，别动，别舔，不好舔，不好舔，不好舔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许生气！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！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干嘛生气呀？自己怎么能把伊丽莎白的套圈给弄掉的？后脚一蹬掉。你真是个人才，把套子紧，把这拉出来一点。别气，别气！哎呀，不要气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跟你说了，都绝完了，小姐姐给你弄完的，是吧？我把它那个，你当心。绝都绝完了嘞，绝都绝完。我们元宝是女孩子，你还是爱你的。你不要生气了好吗？你别生气了，怎么这么活泼啊，是吧？你别生气了，我们握个爪爪。嗯，猫咪绝育的 B 站视频，给大家看一眼它。对，都不理我了。对，它已经绝完了，现在就是眼里无光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呀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元宝，妈妈告诉你，其实今天的一切都是小熊姐姐的策划，你知道吧？她那个疫情前，对不对？她说走就走了，是不是？她疫情前她说走就走，她走了之后，她就两个月都没有回来。那她去哪里了呢？她就是从头到尾去给你策划这件事情了。她说就是从头到尾阴谋啊，她去搞了一个阴谋，然后她在家里面就是策划了要怎么把你拉去绝育。然后呢，疫情一结束，他说走就走啊，说回来他就回来了，对吧？你也知道的，他一回来他就抱着你在那边照镜子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他就是那个时候想给你灌输一些这种思想，他给你照镜子呢，照完镜子，你看今天他趁我睡着不注意，对不对？他就把你绑架去医院嘞。然后呢，我问他，哎，为什么你要把元宝带去医院啊？然后小熊姐姐说，走了，怎么别这样子呀？你不要这样子呀！不要这个样子！你别这样子，你别这样子。好了，不生气了，不要生气。你不要生气。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带去医院呢？他说啊，因为想带元宝去做个全身检查。然后我就说那挺好的，你别走。那我不跟你讲了还不行吗？他就带你去做全身检查，然后我就出去买了一杯奶茶。回来你就被推进去了，我知道之后我非常的生气，我说怎么有这样子的人啊，怎么有，对吧？我说我真的好生气呀，然后我就把他大骂了一顿，我说他怎么对元宝这个样子呢？你放心啊，你放心，后面就是，哎呀，元宝已经骂我。后面就是你放心。
我把叔叔姐姐关起来打。啊、嗯，我们不理他。谢谢彭草草的巧克力，谢谢彭草草的荧光棒，谢谢 H E A L A R 的荧光棒。不要生气啊！千万别生气，睡着了。听到他，对，麻醉过后还是会痛的。他不能吃东西，他得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东西。好了，我给他那个女明星说，他播，不是4:50就要下播了，女明星要睡觉了，已经不是是4:50，女明星要睡觉了，再播3分钟，女明星就要下播了。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幕，历史战之日。女明星怎么打呼噜？我不知道的呀，要不你听听，再听听。什么白色渔网袜，我真醉了。叫他都不理我哎。好了。
让他睡觉去了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睡觉了睡觉了，晚安。